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 FC 平台经典的动作游戏啊，《忍者蛙与双截龙》。这款游戏呢是 FC 末期的作品了，93年的时候任天堂出品的。那咱们可以选择忍者蛙，也可以选择双截龙兄弟啊，咱们就选比利吧。游戏呢有 MD 版本的，还有超人版本的啊。但是呢，咱们因为从小玩的就是 FC 版嘛，所以今天给大家玩的呢，这个也是 FC 版。把它放上来打啊，这样分数能多一点。好的，这样一个6000分啊，你否则你踩一脚呢只有750，因为10万分就一个奖命啊，所以分数还是挺重要的。哦，这个游戏啊，你感觉风格上不是特别像双截龙了啊，因为它加入了很多漫画的元素，动作上呢很夸张。这人物性能上你感觉双截龙兄弟呢也是比忍者蛙要强，尤其第三关的时候啊，明显感觉到还是双截龙兄弟厉害一些，尤其是在用绳子的时候把他们放上来打。哇，看起来很厉害啊，铁头功、金刚腿。来个这个颜色的啊，哇，连续的飞腿，应该有没挂的吧。好的，赚8000分啊。哦，这个家伙啊，把它抓下来。大叔，这个模拟器玩这个 room 啊，好像有一点问题啊，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啊，这样就是勤存着点吧，咱们啊，勤存的讲命。你别看现在这个命讲的比较多啊，5、6条啊，甚至后面10几条，但是后面你如果说要挂，那人是一串一串挂的啊。74000。79000，这个手啊，你可以选择不这样打它，你可以选择用肘，肘2下之后呢，你再砸，这样可以多得2000分啊。啊，这样肘一下，然后砸，你可以多得分，咱们就不一个摊分了啊。好的 ，boss 出现了，这明显是双截龙系列的阿波波啊。来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，好的。能踢几脚啊，可能不到10脚他就会挂。啊，不行了，最后一下啊，这样第一关过关，第二关开头存个档吧，咱们这个动作很丰富啊，小命。踢一脚啊，这个是血。好了，咱们在这存了个档啊。啊，万一如果死机就白打到这儿了。这小拳头够快的啊，我这机器人个子高啊。啊，拿个棍儿，拿个武器啊，直接给怼下去了啊。来看看啊，还能不能往下，掉了一滴血啊。啊，好。哦，吃血。啊，这家伙扔炸弹啊，咱们。哎。这
全往上爬呀，要疯啊！两下，好的，还有谁？这炸一下好像是就是一条命啊！啊，那个我没扔进去啊，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。好的，三下，到后面它还会出现啊，后面出现就是五下。每一小关都勤存点档吧啊！哎，又一个奖命，这样咱们起码现在是七条命啊，七条命。三角没踢死吗？好的，挂了，这肯定是挂了啊！来砸一下啊！这下肯定会挂，这下的攻击力非常的高啊！打最终 boss 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利用这一点啊，迅速的把 boss 干掉，因为 boss 实在是太难了。哦，这个棍儿也能砸掉。哦，五千，再来个五千，这是血，吃着吧。这什么？哎，连续给了两个血啊，这不合理啊。还有谁啊？还有谁？简直无敌啊呀！好的，哎，还给个隐身啊，这个隐身给的不错，在这个位置正好能用。两下。啊，这回三下呢就没炸死啊，需要五下。好的，哎，二关三了啊，开这个车啊。哎呀，哎呀，错过一个，完了完了，这个奖命没了啊。看这个奖命没了，好可惜。然后是障碍赛，现在的速度还可以啊，那一会儿上敌人了，这如果撞到啊，你一条命就没了。这你被敌人打到之后啊，你也要坚决的按住攻击键啊，否则很容易被人一下秒杀掉。打到就是秒杀啊，就他往前冲那一下，打到就是秒杀。啊，速度越来越快啊，太快了，受不了啊！啊，错过了，这个也错过了，算了，不吃这个东西了啊，咱们过关为主。保命要紧啊，前面又是障碍赛啊，这应该是两条命啊，但是咱们现在错过了一个，错过了一条命，错过了一条奖命。好，这速度，我的 boss 啊，这大老鼠，变异老鼠吧，这打他们应该是忍者神龟的火啊。啊，这样举他呢攻击力很低啊，
啊，不过也能打死，不过也能打死，只不过时间比较长。好的，干掉了啊！我那滴血怎么掉的？哦，该第三关了啊！好的啊，第三关啊，第三关很长啊，这关的流程很长，而且难度也很高。哇，这太残忍了！这打妹子就这么打？哎，这东西会下来砸我吧？哎，咱们快点跑过去啊！什么破机器啊？5000分啊，就这个地方啊，你就明显感觉啊，双截龙要比青蛙好用，因为你可以得的分很多啊。好的，旋风旋的啊！被他蹬下来，好。这什么鬼？5000分啊，他上来的时候你离他远点，他会抽鞭子啊！我看着就疼啊！啊，咱们悠过去，悠过去啊，悠啊！好的啊，那个箭头是能踢到的啊。哎，隐身了。好的，干掉他啊，干掉他！哇，这两个。瞅准机会啊，瞅准机会上来抓他。这什么鬼？哦，血，不错啊。这东西会砸我吧？哦，别砸我啊！啊，在这地方双截龙的强势期又来了啊。哦，我上这边来。好的，捡了个隐身啊。你如果用忍者蛙呢，你只能在左边啊跟那些东西周旋，这个咱们不吃了啊，安全第一。哦，没接着，没有连续技接着啊，那算了算了啊。好，过来走啊。三关二，三关二啊！小命，血，这给血什么用啊？对，你下来再给我血啊！哦，两脚能踢死一个。呵，真危险啊，被他抽一下就两滴血啊。踢。刚才三关二呢又死机一次啊。哦，这个地方悠过去啊，还要看这个啊。哎，好，顺利。哇，好危险啊，还好过来了。踢，哇，有血吃。我的天啊，没跑起来啊，这好危险。刚才前前没跑动，怎么跑起来了？好
哎，这还有一个，看看给不给血吃啊，这最好是个血。哎，好的，非常 nice 啊。好的，下去啊，那到了双金龙的强势期了啊，因为你可以在这多摊很多分啊，用忍者蛙就不行。哦天，这垫着啊，非常危险。好的，来了一个隐身。好爽，没蓄力成功啊。好，再倒一下血不长啊。好的，下来了，跑啊。哇，这个危险啊，这个好危险。哎，这有几个啊，咱们看看啊，一二啊，又上来一个，有规律的啊。哇，这个不好啊，我天。好，过来了啊。我天，你看啊，没吃这个血是英明的啊。好的，踢，好的，三关三啊，那这回是快 boss 了啊。这个距离好小啊。这些乌鸦干掉啊。哎呦呦，不好不好，中招了。这什么血，血啊，吃着血。哇，这太危险了，看着。哎呦呦呦，不好不好不好，这什么，哎呀，我要吃那个隐身啊。好，冲过来了。好像是快到 boss 了，不然咱们打了好久啊，而且感觉难度也很高。悠过来啊，悠过来。好，哎呦，这太不好躲了。哎，被砸了被砸了被砸了。哎呀，没吃到那个分儿，这个巨傻。又一个奖命，我应该是 boss 了，出现标志了。好的， boss。哎呦我天，这一枪托。拼啊，跟他拼，但是不要跑，也不要中枪啊，就没事，就你就没事啊。因为空血了，你如果不倒地呢，你也死不了。就是拼啊，就是拼，而且拼呢你要温和一点拼啊，你要走过去跟他拼，不要跑，因为跑的话呢他枪托是能打倒你的。
啊，这个女的呢就是最终 boss 啊，上了飞船了。飞船呢就是第四关啊，这个游戏的游戏方式还是挺丰富的啊。好的，飞船关啊，啊这关说实话不是很爱打啊，因为它的操作方式呢比较怪异，方向是舵啊，然后一个键是油门，一个键是火力啊。然后火力单发火力呢可以发射出跟踪子弹啊，操作起来啊不是很方便啊，给人感觉。往后站着啊，往后站着。然后你如果一直发射子弹呢，或者屏幕上啊单位比较多，你还容易帧数拖慢，有这个现象。是看起来像空中版的鱼雷啊。躲一躲吧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啊，打这个是可以讲命的，无所谓了，我还讲命呢。我好的啊，这里应该是有时候给几率啊，有几率飞出奖命啊。好啊，吃到，哎，那儿又有一个，这方向操作不好啊，吃着一个就行了啊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好，给他一发啊。哈哈 ，nice！ 啊，又给他一发啊，好的。啊，又出来一个，哇，这家伙不好打，撞我！哦，我又来一个。哦，这血掉的啊，四关二，哦，四关，打单飞船啊！咱们的策略呢是先打一个，好的，先把这个打完啊，然后呢利用跟踪子弹打上面那个啊，这样简单很多。好，我放电啊！哇，这机枪啊，这一梭子弹下来你就没了。哦，这是发射陨石的啊，那这个好的，咱们就躲起来放这个就行。哎呦，不好，放别的火力了。啊，它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啊。我的天啊，好了，追啊，这关真是不好打。第五关从这打啊，省着死机，好不容易打到这儿的啊。啊，这个敌人巨傻，这关难点就是喷火的那个地方啊。哦，好，把这个跳啊，
一定要利索一点，否则就贵了。飞脚，我要这小脚。招家伙啊，这什么，这是血吗？哎，是血，等会儿再吃啊，清完冰再吃。我就喜欢用飞脚打人，这是让我进去啊，如果不进去呢？啊，不行，我天，哎呀，打他呢我感觉也是啊，你就是温和一点，你不要跑也不要跳，就是正面跟他拼就行了，就是刚正面啊。啊，就这里感觉很难，稍有不慎就被喷了啊。观察一下规律啊，啊，从那个开始喷，它是，哇，钻过来了，哇，这两个配合的啊，哎，哎，这怎么弄？往这扔。应该是把炸弹扔下去啊，哎，没扔准，从这儿呢，哎，这也没扔进去啊，啊，站在这儿，哎，好，又出来一个，哇，太危险了。哎，哎，跳！啊，又进这个，不用问啊，里边有个 boss 应该啊吸引到角落来打，就是你把他怼到角落啊，啊，像这种就不好啊，不好。哎呦，没坚持好原则啊，没坚持好原则，哇，这个好难啊，这里我的天，你们就别往出扔了啊，好的啊，这个点啊，这个点大叔换模拟器了啊，之前的点不行，之前的模拟器死机，小老鼠，哇，这脚看着好舒展啊，混合敌人啊，不好对付，
哎呀，两个，哎，我，啊，我跳起来扔啊！哎呀，这游戏脑洞可以啊！可以可以啊，这个脑洞是可以的。又来一个，哎呀，没扔进去啊！等会儿啊，上这儿扔，把我炸了啊，把我炸了！哎，这有个什么？看看，好的，血，好的，刚才这个点啊，又是一个死机的状态啊。是用那个模拟器就过不去了啊，过不去了。这样模拟器又换回来。已经有两个点啊，也有两个点涉及到死机啊，过不去。换了两回模拟器了，这一家。啊，幸亏咱们存的还算是比较及时吧，损失的地方不太多。你否则啊，从这关开始的时候存档。然后呢，你打到这那个地方死机啊，那就痛苦了。哦，然后上来吧。哇，还得下去。这。喂，扔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。都扔出来了。这个梗我喜欢啊，扔他们出去了，好，又扔出来一个，哇，还有这个，兔子啊，一看就不是很好惹嘛。啊，祈祷我键盘好用吧啊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接死了，幸亏没让他出手啊，他出手我不行了。第六关，奖命了。这个台灯应该能拿下来。啊，那边有人跟踪我。5000分。好，干掉他俩啊。啊，这个是血，先不吃啊，先不吃。幸亏没吃啊。这独门绝技啊。啊，这回吃了。我要把这个摘下来，后面果然有人跟踪我啊！5000分，摘这个，血啊，幸亏没吃啊！
哎，我为什么把那扔了？我 ，boss 啊！飞脚啊！我就指着飞脚吃饭。死！我幸亏有个台灯啊。我天，太猛了，太猛了啊！哇，哎，我打错人了，打了台灯一下，打了吊灯一下，吊灯是救我的人啊，不应该打他。哦。只要不空血就死不了。奖命吃了啊！我去！看起来就是最后一关，哎，5000分，好，打着我了。他们简直是疯了、啊！这个手啊，你用那个砸就砸不到了，你只能用肘。啊！最终 BOSS， 别碰着他，不要碰到他。这应该是个血啊！好，吃着吧啊，吃着。哎呀！踢了个什么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哎，隐身，吃着吧。踢呀！踢呀！好了，没砸着。哎呦，这太狡猾了！又给了他几下啊！好的，这下非常 nice 啊！哇，他挂了！啊，救命！好的，哇、哦，啊，那这样呢，咱们就通关了啊。
整个游戏啊，可以说是后期啊，尤其后期难度的非常的高。然后呢，感觉这个游戏的入目啊和模拟器也不是特别的兼容啊。大叔游戏过程当中啊死机了好几次啊，因此呢非常存档的非常频繁，然后也更换了好几次模拟器啊。这样呢，如果大家玩的时候呢，如果用模拟器玩也注意一下啊，勤存着点档，利用模拟器的即时存档功能吧。那好吧，那这样一款非常经典的啊忍者蛙与双截龙，一款非常动作夸张版本的啊动作游戏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。那小时候呢经常跟小伙伴一起玩，那现在呢只能自己了啊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